成龙，要不休息一下再走吧。时间紧迫，赶路要紧。驾。格林，成龙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应你们。 成龙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思思呢？啊，思思还有别的任务，所以我就一个人来了。哼，贼眉鼠眼，说话吞吞吐吐，一看你心里就有鬼，胡说。思思。 伤成这样了，思思，思思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思思，思思，醒一醒啊，思思！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快找个地方给他治疗。要不先回飞熊寨吧。好。师傅，你看我在这也帮不上忙，师娘一个人啊忙不过来，你啊在这陪陪她啊。回来。你给我记住。 以后不许再叫人家师娘。行，好吧，别生气啊。我走了，师娘。格林，不好了，这里被相国府的人包围了。什么？你在这看着思思。嗯，成龙。 手下败将，还敢来送死？送死？要死的恐怕是你们吧。今天我要为我这件事报仇。诸葛连弩，神龙吟，这回麻烦大了。 心狠，要怪，就怪你自己多事儿。不留活口，给我上！
没想到这臭狗熊还有这能耐！嘿，多谢师娘夸奖。不好，成龙！思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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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思思，谁干的？ 干嘛带我来这个废墟啊？这里是天网宗的旧址，当年天网宗被剿灭的时候，这里被一把火烧尽。不过他的势力很庞大，总坛肯定没这么简单。熊大，啊，你精通机关之法，你去四周看看，看能不能有什么新的发现。放心吧，师傅，还没有什么机关能瞒过我老熊的。 有个暗道，北宝恒欺君罔上，陷害忠良，兹免去相国之职，交由刑部查办。金胜男虽捉拿凶手未果，但念寻找天机子有功，不予定罪，免去百济司阁领，交由陈龙领阁领之职。紫阳关道人天机子复拜国师。 国师历经凶险，却能逢凶化吉，实乃我大唐之幸。朕请国师占卜一卦，归言我大唐之国运，佑我江山永固。禀陛下，国之运势上承天意，因果万千，非掐指之间可以算出。贫道须在宫内设下祭坛，广聚方外道友一同做法，供天书于祭坛之上。 代凭国师做主，退下吧。我要见司徒大人。请我进禀报。圣上周奉才人进宫。柔儿，三年了，等这三炷香烧尽，答应你的事。 醒醒，醒醒，柔儿，柔儿，谁看的？谁看的？谁看的？我在呢，我在呢，柔儿，你不会有事。答应我一件事情。好。
明白了你的良苦用心，大漠神枪，沙场凶器，怀仇恨之心持之，必会陷入疯狂。如果我有枪，恐怕早在三年前，我就和裴玉同归于尽了。谢谢你。 现在真凶未查明，今晚我誓死为你报仇。 我不是什么花魁凤潇潇，我是泸州刺史方延斌之女方凌霄，专门为取你这昏君狗命而来。大胆凤潇潇，竟敢行刺圣上！ 葛岭，葛岭，你怎么来了？此人刺杀皇上，罪大恶极，卑职正要将他拿下。陈龙，你那一刀分明下的是死手，这么急着杀人，难道是要灭口吗？葛岭玩笑了，我刚刚也是起火冲昏了头脑，一时没收住手。 陈龙，你看这是什么？
他为何会在思思手中？你给我解释清楚。你就是百济司的内鬼，我一向器重于你，把你当自家兄弟，你为何会干出这种谋逆之事？我陈龙也是有大志向的人，跟着你济慎南一辈子在百济司当个小卒子，我不甘心。真可悲。济慎南，我原本不想杀你的，这是你自找的。 靖格岭这样的人才就这样杀了，实在可惜。现在皇帝已死，倒不如归顺于我，待我坐上皇位，必然要重用于你。哼，笑话！就凭你这装神弄鬼的妖人，怎么可能篡夺皇位？痴心妄想！靖格岭，请你仔细看看我。 我就是国师天机子，感谢靖格岭亲自把我接入宫中。如今昏君已死，待明日辰时，天书开启，天下之人还有谁敢不服？哈哈哈哈哈！谁说朕死了？你们好大的胆子呀，竟敢行刺于朕！ 小姑娘好厉害的飞刀啊！哎，哎，嘿嘿嘿！不可能！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是那个皇帝？拜见师娘。你不是要开天书吗？ 不用等明天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开。就你那小把戏啊，那是我老兄20年前玩剩下的。喂，好阴险的手段！明日天书一出，再加上陈龙武力威慑，说不定真就随了你谋朝篡位的心愿。 你说是不是啊，天机子道长？或者应该称呼你天网宗宗主李朱鱼。昏君没死又如何？我的人早已随你们迎接我进宫之际潜入，现在整个皇宫都在我李朱鱼的掌控之下了。陈龙，发出信号，武力逼宫。是宗主。 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有行动？不用再等了。你的党羽早已经被拿下，这里已经被我的人重重包围，你插翅难逃。 师傅，对。
我的英俊潇洒，罗成龙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一场引蛇出洞的好戏。四四的死，可能跟陈龙有关。这事没那么简单，能布下这个局的人，并非等闲之辈，连陈龙也没有这个心机。 会不会和天网宗有关？啊！明日就是你复命之时，看来我们得走一步险棋了。你我兵分两路，你带天机仙人进京面圣，我与熊大去天网宗的废墟，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。天机子本是你天网宗一员，你设计此人意在让其接管司天台，里应外合行谋逆之事。 不料这一计划却被利玉熏心的相国无意间破坏，天机子被杀死。无奈之下，你李朱萸倒是当即杀死相国派来假冒的天机子，造成满朝恐慌。你借机浑水摸鱼，亲自假扮天机子，借我之手扳倒相国，同时把你接进宫中图谋逆事。我说的对吗？本尊当年得岭南一人传功，三十年来无一日不在苦练，武功早已天下无敌。 就凭你们，想拿我笑话？那再加上我裴玉呢？你李朱萸谋不谋逆我不管，但你敢利用潇潇，我就要讨个说法。别动！ 放开他！裴玉，谁让你来的？我的事早已与你无关，你走。裴玉，杀了罗成龙，我保他毫发无损。我再说一遍，拿开你的脏手！我知道你剑法了得，不过就凭你的剑法，想从我的手中抢走你的梦中情人，未免有点痴人说梦了吧？还有，这凤潇潇。 就是当年你救过的小女孩方凌霄，真的是你！你再不动手，我就让她当场死在这儿。潇潇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。 罗兄，我别无选择，没想到秋水战大漠会在这种情况之下。杀了他！
错了，看在我儿的情分上，饶我一命吧。打算这样过醉生梦死的日子不成了？啊，圣上没有怪罪你顶撞，还官复了你大将军的原职，你摆什么架子嘛？圣旨我已经接来了，接不接你看着办。重楼，你看你把伯父气成什么样了，抗旨可是大罪。哎，师爷师爷，要不这样呗，反正我师父他是不想干这个大将军，干脆让给我老熊呗。我知道我没说。重楼啊，我再问你一句，你去还是不去？不去，要去也不去千秋卫。嗯，他去哪由他吗？啊，伯父，我再去请圣上下道旨意，让他到百济司当个无名小卒。啊，我明白了。好，我就舔他老脸，即刻面君，让他改圣旨。师傅，师娘本来就很凶了，你要是再给她干手下，那你可有苦头吃了。你可想好啊！臭狗熊，你发表些什么呀你？你不是让我去百济司当个侍卒，那你功夫必然得胜我。你分明是小瞧我。今天本格岭就和你过过招，看看是你的罗家枪法了得，还是本格岭的袖里乾坤高明。